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云。现在的时间是接近凌晨了，已经是12点多了。然后，如你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样子，楼下只剩下小明一个人。然后我已经冲了凉，我特地穿上一件睡衣还有睡裤，然后头发特地好像很烦恼这样。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等一下要去楼下告诉小明说 ，Cherry 怀孕了。Cherry， 你怀孕了，有什么看法？对你怀孕这件事，你有什么看法？OK， 这个验孕棒呢，是那时候小明他们拍那个圣诞节交换礼物的时候，他们买来的那个坏礼物，然后他们没有用到嘛，所以就让我突然想起这样东西，就是为了让整件事情更加真实，所以我打算拿这个东西来用，想用的笔。OK， 所以我现在就打开我人生中第一次打开验孕棒，就是我们在戏里面所看到的那个样子，这样子，现在是没有线的状态啦。我觉得这样闪过给他看，应该是可以骗到他。OK， 所以等一下我就用这个东西来让小明相信整件事情，所以现在我就要去楼下，要乖乖徐徐这样把相机set在那个桌子，然后不可以让他发现到。Let's go。过来一下，过来，老师问你，哦，没导航车呢？我也希望我现在有木导航车呢。走，我问你啊，如果啦。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啊，这个年纪，如果我跟你讲有孩子啊，你觉得应该要讲？什么？最近你去过很多朋友家，你想要有一点孩子？没有，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先。你觉得如果 ，OK， 不要讲别人啦，如果讲我啦，如果我跟你讲 ，Cherry 有了，然后你觉得我应该要怎样？我结婚了。你真的建议我结婚？结婚了。但我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完成，我不想要有孩子这个负担。这样就，你不要笑我，我现在很 serious。这样怎么办？你有什么想法？你第一次见。你不觉得我已经好像烦了几天这样？啊，第一次见有什么想法？你们看吧。啊，怎么看？你戏没有看的没？没有哦。这个空的东西。空就代表中，两条线就代表没有中。哇，像这个还可以再用的吗？认真的，不要玩。有吗？认真的。Okay. 没有，我是想好奇啊，就可不可以再用？都见你不要那一色了。真的，所以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所以真的。OK， 我再跟你讲我的计划。你的计划？我以为你要拍拍啊，因为你以前都拍拍的讲，我要跟你讲我计划。所以。现在如果讲存款啊，存款，我是可以让 Cherry 生这个 baby。可以啊，一定可以的、啊。也可以马上结婚。直接结啊。
但是重点是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完成，我跟 Jerry 两个人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完成。比如说，就比如讲，我们还要再去多几个国家旅行。但是如果有孩子，我们就会被限制了，你知道吗？怎样限制哦？很多人嘛是带着孩子去旅行，你不可能孩子这样小你带他去旅行的吗？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啊，就我想要打掉他。OK 啊，你做梦我都可以承包你。你要打就打掉啊。你所以你建议我打掉啊？你都讲你兼顾不到了就打掉，要不然你要生的话就给你的妈妈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不好啊，因为毕竟他讲也是一条生命，这样就生出来哦，然后给妈妈顾啊。我就是不要做这种事情。你保姆顾 ，baby sitter。我真的很后悔那一天做没有control到啊。这样子都control不到了，都内射了，开心了。总有一天会伤心的。我 serious 的，我也是讲啊，哎呦，你们生出来了，给妈妈养了，没有办法的嘛。这东西就是那时候小便嘛，然后验尿，然后两个动一下。他是讲小，他是这样子小，还是怼进去小？没有，我是真的很好奇，我想知道那个东西嘛，其实。现在这个东西很严肃了，你不要跟我扯开那不重要的东西，可以吗？OK 哦。你是我第一个跟你讲的人。啊，第一个、啊，要吗？真的？我都不然想给你写那个答案。祝你是笑。没有，我觉得你那一次我想笑。我觉得你很爽哎。我觉得你一定是发现一些东西了，不然你不可能这样不正经。不正经，所以是现在已经是几个月还是几天吧？没有，他已经接近三个月没有来。要玩三个月，然后最近有一些呕吐的现象，简称呕像。这么急吗？笑出来。屌你啊，真的！我真的没有看到的，真的。走来。这饼干折折了，我能看到。折到没？那，我饼干这样折折的下面，我全看。我这饼干拿来吃，我都没有发现到。妹妹，你这么好吃的美食。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有呕吐现象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来验一下。过来，这是什么呀？那是验过尿的那个。所以可以验知道这个东西。这是有一个。可以验五次。题外话了，题外话了， okay. 我在认真了。如果万一真的有一天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不是。不是拍片、不是拍影片、你会有什么建议给我？怎么说、讲哦，自己种出来的因果，自己要内射，这样自己承担。侯爷，侯爷，没有的讲其他东西了。成熟，对，你有什么东西兼顾不了，不能出国也是你的事情了，对，跟 baby 没有关系。对 ，baby 是无辜的，对，你们自己做出来的事情就要自己承担那个后果。所以。今天这个影片其实不是一个恶整影片，今天这个影片教育、其实是OK， 所以各位这是假的、不是真的、OK， 然后今天的影片又到这边结束，不是用了吗？没有，我讲这个影片好像是假的，这样你讲用过真的用过没有啦，傻妹，如果真的需要用的话我就够力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看到有一个颜色有没有还可以用试试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各位拜拜，我们下集见，见你很见，哇。
耶、yeah, 突破60万订阅啦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冲向70万订阅。OK， 在我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将会送出 iPhone 11 Pro。首先，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订阅我这一个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 follow 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。在我到达7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就会随机在一个影片的留言区，再随机挑出一位幸运儿，把这一架 iPhone 11 Pro 送到你的家。而且，当我抽到你的时候，我还会让你自由选择你想要的手机颜色，我再去购买你想要的颜色，然后再寄到你的家。不管你是住在任何一个国家，我都会把这一个幸运的奖品送到你的家门口。那抽到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是有订阅我的哦，不然我就会再重新挑过另外一位幸运儿，所以不要骗我啊。 OK， 就让我们一起迈向70万订阅吧。 Woo！